这些背井离乡的人里有多少不得已呢？以前我觉得自己是西周九公主，有人疼有人爱，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一辈子。我是来和亲的，其实我现在真希望自己不是。所以不喜欢的规矩要学，就不用去和亲了。不喜欢的人，如果我不是西周九公主，不得不嫁，说不定我还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。我觉得上京的星空离我好远，不像西周的草原那么远那么远，星空低沉，远得触不可及，好像伸手就可以够到星星。我有时候甚至搞不清楚，自己先是西周的九公主，还是先是李朝的太子妃。有人说，李成英对我很好，一旦遇到了意外，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最真实的。若非殿下帮着太子妃。他既然先救的是你，太子妃不但学不会拆线，恐怕还会遭人笑话。他更在意的可见殿下是你太子啊，还是颇为照顾的。可是我跟他一见面就吵架。素素，这个给你。谁要你这烂东西，拿走。我给他的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没病。你有病。现在敢这么跟我说话吗？是不是我废了你啊？不是我干的，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。太子，今天就算杀了我，我也不会承认的。但凭母后圣断，愿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太子就一点都不念及你们夫妻恩情，儿臣不敢以私情相续。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喜欢。我知道他不喜欢我，但是没想到他这么讨厌我。敢做不敢认是吧？你是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。这次出了什么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现在就废掉我呀！你以为我稀罕太子妃？你以为我愿意嫁给你？你以为我稀罕太子妃？你以为我稀罕太子妃啊？这没有感情的婚姻，就是羡慕，真的是对我。羡慕我对他那么好，阿杜。你想家吗？你说他是不是不喜欢上京？我真的好想西周，可是我越想西周，他想回西周了，就越讨厌我亲亲的。钟总，小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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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谁啊？我是顾小五啊，我是你的顾小五，我的顾小五。在流眼泪中，是你，是你啊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也是当今的圣阿高峰，我是中原的顾小五。顾小五不姓顾，我是李朝的武，他叫李成隐，中原皇帝李成隐，就有个儿子。顾小五，顾小五是谁？顾小五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。顾小五，要让你替我捉一百只萤火虫。你再替我捉一百只萤火虫，这有何难？这没有萤火虫，中原有萤火虫。就算这儿再好，你会喜欢上中原的。也不是我们西周，所有的一切我都想起来了，我才知道灵帝师父，原来我在上白眼狼，就是我在恩师的丈夫，他是个骗局。阿爹的眼泪，我一直阿王的鲜血，还这一个骗子，我穿冰冷刺骨的手。我们所做的一切。都是为了助他夺得太子之位，真是命运弄人。你去和亲的话，为何我偏偏成了他的太子？最有可能成了他的太子妃。这在中原啊，女孩子都惜足如命，除了自己的夫君啊，是不能给别人看的。是不是只要跟我在一起，不管去哪儿都可以？我跟你走，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了。这一次，我想为自己而活。如果你死，我绝不渡啊！你不会死，可你却不会背叛我。你会好好活着，对吗？答应我，好好活着。
小就锦衣玉食，我作为西周的小公主，可我们的婚礼嫁到李朝，从来都不由自主，为的是西周和李朝世世代代的和平。我真有问题，如果我的性命、我的夫君要与李朝开战，怎么换来哥哥和太子的幸运？我不是李世勋，怎么换来西周真正的安宁和幸福？不是李世勋，我就没有遗憾。可怜无地，指望三千力大将，犹是春晖梦里人。